抓到。你装睡啊？你怎么回来比我还晚？顺利吗？嗯，爷嬷嬷吃软不吃硬，有些麻烦，不过都搞定了。不愧是我夫人，真厉害。快点睡吧，不然明儿起不来了。哎呀，这一天就这么点时间，不能辜负了。辜负什么？再不睡，明天就起不来了。我好不容易接到你，我舍不得睡。就这么想我？对呀，想你想你想死你了。你说你每日这么忙，都没时间吃饭吧？不如我们每日都列个行事历如何？行事历。详细到每一刻钟，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排序。如果有人想见你，得提前预约，约定好会面的内容和时间，再把你吃饭的时间排出来。这样一来，苏慎到了时间就会去提醒厨房了。嗯，这个主意好，清晰明了。这样一来，我就能知道你的时间，我也能空出我的时间，这样你就能见面了。哪怕只有一刻钟，我也想见到你。一刻钟，这不好吧？没正形，我睡觉了。哎呀，不能光我写，你也要写。你这么忙，我也需要知道你的安排才行。嗯，睡觉。